拼沙叉醬開咗咧，就飲住咧，想食曬佢。呢個都係五分鐘嘅快手菜。雞翅咧對半切開，已熟啦又入味，俾啲姜落去。我出去打邊爐啊火鍋嘅時候咧，都好中意加啲沙叉醬，放一大羹落去，俾多多豉油，一杯蓋仔嘅料酒去去腥，再俾少少鹽。呢個調味罐咧係新買嘅，超級得意。再放一大羹嘅生粉落去 ，OK 撈均勻，醃佢半個鐘。最后咧，加啲花生油落去锁锁味。我最近因为减肥肥嘅原因咧，就用咗猪油。原来好嘅油脂咧都有助减脂嘅。将啲鸡翅咧全部倒晒落去，刚刚开始咧就大火煎，煎到佢两边有啲金黄色啦，转个细火。串青咧就冇吸过嘅，你哋怕窿嘅朋友咧就细火慢慢煎。熟咗嘅时候咧，俾啲葱段落去。阿仔今日放假，煲个佢中意饮嘅靓汤，开饭开饭。